你看看看，那么多大王吧！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就是要给钓住了。不懂啊，你给喂了。你这钓个不给，我后天我钓个可能几两盆了，五斤。不错，没事。前几天那鱼都他妈走了，这个可是上你就来。哦，那我就叫他吃，他不给吃，慢慢钓。那他们知道干啥嘞？慢慢钓。那我说那叫狗吃人，用鳗鱼的，逮着鳗鱼吧，不要鳗鱼了。他打电话报废，说一般的，报啥鬼？有人搁那打的了，不然那鸟哥。